獒犬恶意违约，曾志伟火大求偿1000万。哇，场面好盛大哦！这是谁的记者会啊？这是香港演艺圈大哥曾志伟跟 Lollipop and F 签约的记者会啦。哇塞，好多大明星都来了呢，曾大哥的面子真大。你看呐、啊，獒犬还说他感动到眼睛都湿了，曾志伟的出场就像上帝一样解救了他们呢。哎，这年头人心隔肚皮哦，这曾大哥如今已经被当成小弟了啦。哈，谁这么大狗胆？狗胆当然就是獒犬呐、啊！你看，这是曾志伟寄给我的律师信啊。我之前哈、哦、好心啊找獒犬演电影啊，竟然就接到这封律师信，我才知道獒犬是违法私接工作，害我差点被告啦。哈，獒犬那么厉害哦，连大哥都敢惹。黑妹，他还跟媒体说曾志伟公司账目不清，硬是要违约啦，搞得曾志伟很火大，现在告他啦，要求偿1000万。哦。怎么戏外比戏里还要精彩啦，快点帮我买一包花生米，我要等着看好戏。